菲律宾 Metro Town 年轻人最喜欢的社区了，购物生活都非常的便利。这个就是 Superstore， 这里就是加联超市。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一房就在这个楼，就是 Station Square 的第一期一房的一个公寓。我们进去看格局。我们这个是一个朝南的一房单位，在九楼。哎，毛林，请进。咦，东川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哎，哇，好亮堂啊！进来。是的，我们这是一个这个一房家带。啊，一房家带大概多少尺？656尺。656尺，但我感觉格局很方正啊。进来了以后，这边是洗衣房，一个衣帽间，这边是洗衣房，啊，这边洗衣房，然后洗手间。看他的洗手间好像是套在房间里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太有钱了。厨房也非常好。嗯，对。你觉得这个房子的最大特色是什么？朝南。没错，房间还没有遮挡。对，然后户型还方正。感觉到暖暖的阳光晒得很舒服哈，太舒服了。搬个小椅子，就想睡一觉。而且是对着这个的花园，完全没有遮挡，不会说有一堵楼堵着你。对，而且我们的层高也很高，9尺。9尺，对。看看房间。对，好。哇，这个绿色的，这个好清新啊，好舒服。房间这个也有一个门到这个阳台的啊。因为有的他们房间是没有门到阳台，只有一个窗。对对，而且我们就有两个衣帽间。两个衣帽间。对，2个衣帽间。储物空间也够大。没错。它这个是套在里面的，就是方便，就像对，也是套间了。没错。然后这边出来还是到客厅。对。哦，这格局非常好。那我们物业管理费高吗？不高，才380多块钱。你想想。那如果这样的一个一房加带嘛，有小带嘛，这样的，在 Metro Town 这个这么好的位置，大概租金能达到多少？我觉得2600到2800吧。你应该很容易租掉。对，太方便了。关键它这个物况是非常的好，保养的非常好，然后生活特别方便。因为我们这 Metro Town 市中心刚刚都看到了超市啊，对啊，还有通勤都是很方便的，饭店啊，各种的，对。对对。那如果想要知道价钱的话，赶紧跟我们东川联系哦。